Ridiculous Store。魔女宅急便的 Kiki Store 就好像就是从这边来的，这里面有非常好吃的那个 Cinnamon Buns， 好在里面很流行。它这家店是有很 famous 的 Meatball， 是这一家店 Meatball。我们晚一点可以来试试看。那这边是非常有名的彩虹屋，还有很老的 church 跟 museum 跟这个喷泉池。漂亮的景色。 Church 是德国的建筑物，这边瑞典有很多德国人。这条巷子好漂亮，那条巷子好漂亮，有那种小小的招牌，很古老的建筑物，大概是从这是 Kiki 里面的那个小男孩吗？还什么 ？Kiki 他说那个，宫崎骏《魔女宅急便》，他们说有那个小雕像。明历史上很有名，沉掉的那艘船，原来建筑师建了18个炮台。魔王要32个炮台，所以就整个船就沉下去了，一出海就沉下去。They attach the steel cables. They fill the pontoons with water. 这拉很多次，拉600次。很多年才露出来，然后移到这里，然后好大的工程。还有小孩啊，
电梯下去。就一站就中站了。是特地买一张地铁票来逛瑞典的地铁车站，听说它的车站非常有名，有好几站都是有艺术作品，现在是一站一站的去参观。刚才已经看了 T Central Station，现在我们坐蓝线要到第一站去看另外一个叫什么 Kensington Garden， 好难念，待会再看。现在 Sona Central Station，瑞典的那个 station， 它是以红色系为主，都讲一些他们的历史故事、奋斗史吧。
而言之，它有好多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种不同的 Meepo， 好可怕！见过最多的 Meepo 是吧？是吧？